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毕竟是十万人的场地，然后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么大的场地演出，所以前一天晚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眠。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？就是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，就是要不能让自己看起来就是太胖，对，所以还是有积极的维持我的体重。有被十万粉丝感动吗？有，非常感动，就是很谢谢舞迷，就是这么包容我们。然后很开心他们还是给我很热情的欢呼跟回应。上次在台上紧张，阿信有拉手给你力量，这次师兄给你有给什么打气吗？就是在后台帮助他们，还是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加油，然后努力征服大家，然后可以有更多的歌迷喜欢我。师兄上鸟巢有什么话想对师兄说？就是很恭喜师兄再次站上鸟巢的舞台，然后希望他们这趟的巡演都可以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，然后让更多的歌迷带着就是很美好的回忆回家。秉志宣传时间，我7月16号会在上海有演唱会 Project X 的 Live Tour， 然后希望就是更多的朋友可以借由我这几次在师兄姐的开场认识我，然后一起来听我唱歌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7月16号见。我世界不